事，一个完全公益免费的佛教卫星频道。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。大家请跟我合掌。那合掌叫做心窟的清净，然后嘴巴念呢叫口业清净，然后内心念到哪一尊佛，叫想那一尊佛的相跟德啊。那每一尊佛相好庄严，佛的慈悲，药师佛啊，十二大愿让众生健康富贵政治正见，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。那各位以后最好都能够了解观音菩萨十二大愿，乃是观音法门不可思议无量无边。那这样有好处是让我们的身口意马上就转化啊，转化。所以因为佛菩萨就像妈妈，老母就是希望子孙叫他的名，老母就是要来抱子孙的、要来让子孙快乐的。那我想每一个佛菩萨从因地就很痛苦的状态，百千万劫一直修行，最后成佛了，他就是希望把他的功德布施给我们。那如何得到他的功德呢？用身体礼敬礼拜佛啊，那我们身体就有佛菩萨的功德，用嘴巴念佛诵经持咒，特别念佛特别快，有佛菩萨愉悦的功德。那更进一步呢，用心去体悟佛菩萨的心啊，像各位读过地藏经知道地藏菩萨的这种悲怨故事啊，会被他感动，所以有时候你看经典会看到掉眼泪啊，就像各位去看电影很感动，你会掉眼泪。那如果你心被佛菩萨感动，哇，那就动了你的佛性，你的佛性就跑出来了啊，那是当然最殊胜的状态。所以我们现在用这种状态，那你用这种状态就会，因为佛菩萨的功德是遍一切处的，非洲也有佛菩萨，地狱也有佛菩萨。那佛菩萨的心不是光照顾自己或自己的家庭，佛菩萨的心呢叫什么？念一下入众生心啊，就像各位知道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六尘，六尘是每一尘地狱恶鬼道动物道人道都有观音菩萨的千手千眼慈悲，所以我们叫六观音，也叫六地藏啊，每个六道里面都有释迦牟尼佛。所以佛成佛就是希望他能够在六道里面任运自在度众生。所以当你一念佛跟佛的频道合为起，那我们的功德就跟佛融入，那慢慢我们也会学习佛菩萨这种六道心入众生心。那如果你开始关心众生的时候，那你烦恼就没有了
啊，而且你关心众生的时候，你的力量就可以马上帮助你自己，也可以帮助你的亲人。所以我想帮助亲人帮助自己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帮助众生。所以各位用这样的情况跟我念，那意思就是那各位每次你要做什么动作不要随便阿弥陀佛，那还不能随便。就像刚刚他们三位在跳，那你要观想，哇，他们在跳金刚舞，哎，哇，他们在唱佛歌，哎，他们身上穿的是大宝王画的那个两个圆圈入众生心，佛跟众生合为一体的啊。那你要这样观想，那跳的人也要这样观想啊，我是观世音菩萨，愿他们听到我的歌声，看到我的影像，看到我在打手印，这样大家在比都是手印。然后呢，那他也像佛菩萨，那各位也进入那个状态。但是如果你不懂这个，你要看世俗啊，跳了不好看啊，唱了不好听，然后你那个叫烦心，那是你自己的问题，因为这样对你也没有帮助，对对方也没有帮助。但是如果你懂得去转化它啊，对方也得到你，哇，你在跳跳虎步呢，唱虎歌呢，啊，咱呢看昏呢，那这个是你自己的心态怎么调整。所以每一个动作，你像释迦牟尼佛说，一合掌你就有十八种功德啊，因为这合掌哦，那有庄严嘛，啊，就你一合掌就觉得这个人很恭敬、很庄严，他尊敬对方啊。所以跟我念，来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，南无大愿地藏王菩萨，诸尊菩萨摩诃萨，一心祈请护法善神加持法会，我为父母祖先六道有情发菩提心，安住空性，听闻佛法，利益众生。嗡阿呼，好，请放掌。所以我们这样做是为了最近的父母众生，乃至平等的六道有情。我们专心在念佛、听佛法、拜佛啊。所以呢，那你每一个动作都跟六道众生产生关系。那学佛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自私，不要有范围啊，这个叫不要有我执。佛教讲空，空的意思就像虚空啊，虚空只有一个，但是它包容一切，它跟任何东西都产生关系啊。所以那学佛就是希望我们也有这个空性。那我们不懂了空性，那我们就学阿弥陀佛的心，学释迦牟尼佛的心，然后去跟所有众生产生关系。哦，你的儿子在美国读书，哎呀，你随时要关心他，啊，就把假料喝，困料喝不？哦，我跟家对美国卡点会登来，那你会很在乎的。啊，但是这个只有一个对象，那学佛让你跟所有对象都产生关联，啊，就像各位，那屏东啊，屏东的人都是我的爸爸妈妈、兄弟姐妹。屏东的花草树木都是我家的花园一样，要照顾它啊。屏东的所有动物啊，都希望他们离苦得乐。那这个就是一种空性啊。那如果你这样去想，那你就没有烦恼啊，那你就会有力量来帮助周围的一切问题。从屏东到台湾，从台湾到地球，所以大家都放地球一粒，各位你买一个放一粒地球，关心地球啊，一个宇宙星球，关心整个法界。然后我们的对境，我们为什么要拜佛？我们拜佛是为了关心地球，关心整个世界法界。那就是所以呢，叫做观音歹书，观音大士，地藏大士。这个大士也就是很也叫大丈夫，大士的意思也叫菩萨，菩萨。那这个大的意思是他关怀一切。我想观世音菩萨不会只关心我们华人，观世音菩萨一定会关心非洲人啊。所以
当我们看到非洲哪里有灾难的时候，我们念观音菩萨，请问观音菩萨会不会去非洲帮助众生？对，这个比那个什么跌节楼还紧，比打电话还快。这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任务，因为他的生命就是救苦救难，广大灵感，圆满无碍，去帮助众生。所以我们希望哪一天我们有观音菩萨的这种广大灵感，什么都知道啊，圆满无碍，做什么都可以成功啊，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，有这种悲心。所以我们礼拜观音菩萨，那观音菩萨会变成圣母玛利亚，观音菩萨变成妈咒，观音菩萨会变成任何国家任何地方的神明人，像德烈莎修女，就像一位伟大的人，不分男生女，在那边救苦救难。因为是观音菩萨的愿，他希望自己能够千百亿化身，随顺对方的需要而去变。那各位，如果你想要得到这样，那你一定要去除我执。比如说你很执着你的形象，我是男生女生，有钱没钱，那你就没办法像观音菩萨这样变啊。所以观音菩萨他能够证得绝对的空性，有了空性就普门示现。普就是门，就是各种方法，普就是骗一切处，你让他变什么，变蟑螂，变蚂蚁，变活十岁，变活一千岁都可以，因为对他来讲一场游戏而已啊，一场游戏。就天上的云天天在变，因为为什么云可以变？云是空性，云它只是一个暂时组合的，水蒸气碰到温度阳光啊，而一个暂时的，所以一下变那个形，一下变那个形啊。这云因为有空性，所以它可以千百亿。那我们没有空性，哦，外卡了一天，我就感觉外卡外卡。啊，就像一个女孩子说，外宾外宾，我开几百万嘛，要给他用好。因为你有一个执着的时候，那你就变不了了。所以我想，如果各位愿意修行，那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？就是说，不扮演自己，我扮演阿弥陀佛，慢慢离你自己越来越远，那就念下来，消除我执，调伏自心。啊，对治烦恼，因为这个生命最大的问题，哇，我们叫我执，所以外辛苦、外囝、外安、外急，而产生利利利，然后两个就对立了。啊，那我想佛教要我们服务众生，他就是不要你我，啊，奉献自己。佛教用各种方法，他希望我们能够融入。那最好的方法就是南无。南无的是将我的身口意整个生命融入，叫南无，也叫完全的学习，完全的奉献本师释迦牟尼佛。那我们要看佛陀的传记，然后以佛陀的生命做我们生命学习的对象。那佛陀的生命是慈悲与智慧的圆满，释迦就是慈悲，牟尼啊，牟尼叫贝玛，贝玛就是莲花，莲花就是智慧啊，摩尼就是珠宝，那英文写 money 也蛮贱的，蛮接近的啊。这摩尼就是一种众生需要的，也代表慈悲啊。遍马莲花佛，那代表这两个都圆满了，那叫福慧圆满佛。那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身口意进入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身口意，不然。哎，人家拜阿弥陀佛这么慈悲，因为人家是用阿弥陀佛来衡量你啊。因为你拜阿弥陀佛的，就像我们出家人做的不好，人家骂，人家都知道观音菩萨来做什么，你在做什么；人家都知道地藏菩萨来做什么，你为什么做什么？所以学佛，那我们为什么？我们不是拜偶像，我们是学佛，学观音菩萨，学地藏王菩萨。所以各位要经常。如果你认识佛菩萨越多，当然你学习的得更圆满。每一尊佛，每一个菩萨都有他的特殊的方法去利益众生啊，但是他们的心态都是一样的啊。老爸老母亲不赶快的杀，对囝拢赶快的啊，他只是一个暂时的方便。那佛菩萨的心都一样的，那所以如果我们学佛抓到重点，那你要学佛的心。念下来，圆满的菩提心，难忍平等的大悲心，
了解万法真相，绝对平等的空性，菩提心、大悲心、空性，这是佛的心。那我们凡夫呢？念几遍来，贪心、嗔心、愚痴，那个叫三毒。三毒是生命之毒，害死我们。那所以我们从三毒转到三皈依，皈佛，我们要断除贪心、自私心，变成一种利益众生的菩提心。念一下，皈法。那我们过去不相信因果，自己执着。那现在皈法呢？念一下，深信因果，体悟空性。啊，皈身。啊，以前我们是爱生气、报复、骂人。那皈身了以后呢？来，忍辱慈悲，平等一切，这个叫皈依啊。好，所以我想我们出去外面说，啊，你拜多就搞佛教，你是三宝弟子。那三宝弟子要有三宝弟子的特色啊，三宝弟子的特色，那就是从人格上表现出来对万事万物的关怀。他不敢开车太快，他不敢乱丢纸屑，因为他是三宝弟子嘛。所以我们出家人穿这个衣服有个好处，是让别人知道你在做什么啊。就像我们拿这个干嘛？让别人知道你在念佛啊，所以你要勇敢拿这个，闹人你挂这去啪啪敲回来，修起来不会输掉啊，因为空。那问题是，当然因为你拿这个，就是说这个就是在念一下征服自我啊，就像戴手铐，戴手铐征服自我啊，你没有戴这个如意宝珠，征服不了敌人啊，所以一个国王出去打仗要带着如意宝珠，就像龙王带着龙珠。那我们修行人带着佛珠，因为我怕自己生气，怕自己去伤害别人，起心动念，所以我保持正念。108颗代表我们人大概有108种烦恼，所以每一种烦恼我要征服它啊，让这个烦恼变成一个圆满，一个圆满。所以带佛珠功德很大。但是戴佛珠，你要知道戴佛珠的意义，而不是今天初一戴这个，初二戴那个啊，我这样漂亮配我的衣服啊，又不是女人啊，女人为什么叫女人？就是爱睡觉的女人呐，欲望强强的女人。那你为什么要做女人？因为你爱睡啊，爱欲望啊，啊，不然不会做女人的。所以啊，做男人啊，做男人要负责任呐。啊，要爱护所有众生呐、啊，所以大家拢要讲，这个男人比女人啊多修500世，就这个意思。那你要把男人做好，一个男人要做到女人从心里佩服你，那叫做男人啊。因为你是男人嘛，所以我想基本上在佛教里面，当然世间很多地方叫重男轻女，特别在印度。啊，所以现在很多佛教国家也是重男轻女，男人可以受三坛大戒，受什么戒？女孩子出家叫八戒女，不能受戒，啊，只能在那边乖乖修行。在缅甸，男人可以正式在街上托钵接受供养，哦，你代表僧伽，那些八戒女不能托钵，啊，不能正式托钵，他只能说请求人家帮助他，因为你不代表三宝，所以。在很多传统社会有这个问题，所以讲到这边，各位你要怎么想？来，身为女人，我要有惭愧心。你听有无？你们人家派啊，身为女人，我要有惭愧心。我你老婆给他提个蛋掉，对不对？以前生下来，女生哐马桶冲不见了，丢在路边啊。